中秋节，中秋节，那你们有做过月饼吗？没有，没有做过。我们这次家放了三个月。我们今天要做的月饼要给明天的兄弟们。OK，什么毒药什么？左奇涵，有左奇涵吗？ 三个人还有谁啊？成都六个，三个。成都应该是第三批，金爷。不，深圳还有一个。哎，管他吃什么，反正随便弄就行了。做给谁吃啊？我们好考虑一下要不要。对啊，我们得考虑好不好吃的问题。下一个。明天的人员呢？有张岩、王祖贤、张楠、朱天南、徐建宏、赵雷。好，我们现在。 必须吃吗？必须的。这不是有制作方法吗？我真看不懂。制作方法是这个，看不懂。手搓的。那怎么做呀？这个怎么做？给馅儿，馅儿放这个。馅儿，馅儿，馅儿。啊，馅儿。我吃不惯。 哇，好难！都见过吗？这是五人位吗？没见过吗？我见没有见过。你是屁股？橡皮吗？什么？这是干嘛的？这个塞进去吗？怎么硬啊？这么硬，这么硬的还是这么硬啊？ 哇塞！哇塞！都是要被进来了。这样吧，你加薯粉呢？好，三个过去全部过去。你没加薯粉进不来的。好啦。 我弄好了，我要好了，爸。这么小个月饼，他们能吃饱吗？多给他们一点。好了，看我直接给他撕，粉都要没了。哈七。哇哦。 还比这还怪好看的嘞，我觉得太花了，烦。压瓶压瓶压，给他压瓶，压瓶。好了，可以了。嗯，不是压瓶吗？对。好看的，放进去，过来一点。好看，好看，好看。我真的没毒吗？感觉。本来没毒，我们做了就有毒了。本来没毒的，做着做着就有毒了。 粘着呢，哦，我做不出来，我天，什么草莓味啊？给我来点草莓的。不行，这个我一定要自己吃。哇，谁敢吃我这个？都是一个颜色的。哎呀妈，坐下好了，我要展示一下呀。 差不多了，辣条味月饼，张一然的专属的，他必须吃。这个谁倒霉谁吃吧。有果冻、爆米花、饼干，这全部。哇，无敌的，还有爆米花。这个纯辣条，就是能看，看着像没毒一样的就可以了。对。你们是啥馅儿啊？我这是辣条的。你想送给谁呢？陈一恒吧。 你还应该没吃过辣条。哦，那好看吗？我都不知道我坐在哪几个。全是。一样的，我觉得，因为这个是我第一个做出来的，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对。
顺其自然吧。顺其自然。这个和果冻馅儿走前吃，然后其他正常一点的就王鲁杰吃吧。我们真的太良心了，我的料是最无皮多肉，就是前面两个是认真做的，就做的比较然后后面没皮了，没有馅儿做的。然后这个是六层帮我压的，就前面本来想捣乱，我在里面加了黄豆，但是后面搓的时候搓没搓好，就失败了，结果被刚刚六层摁回来了。这个给陈以恒，这个给张一然，这个我好像都加了一遍，绝对好吃。这个纯肉无皮，真良心，张一然的。最难吃的张一然的，这个什么馅儿都有，这个全部都放了，不好吃的啊。头等饭，头等饭。上面那个玩意儿是什么？没动，都是那种鼻涕虫的感觉。这个有福了呀，这个真有福。吃不到是一辈子的遗憾，吃到了更是。我天！公司去投资一家月饼店，把我们七个拉过去，我告诉你，不到一天直接给你干垮。吃第一口粉丝先吃，粉丝先吃第一口，第一口粉丝先吃。祝你们吃了我这月饼不住医院，不拉肚子。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中秋节！中秋佳节，祝你们节日快乐！各位电影上门，我们这个月迎来一个合家欢的日子。中秋节。大家有做过月饼吗？做过，没有。我这五个，我只做过，我做100个，信不信？多少个？信不信？100个。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利用桌面上的月饼制作的材料，做完之后打包好，我们会邮寄给外地的。博文，哇，可以跟人吃那么多啊！现在计时，开始，我要有我的，我的。别什么东西、啊、辣条味，不是什么辣条，是辣块的。所有人都洗手了是吧？来，开始，3、2、1。我想吃一个。来，史莱姆。先搓球，然后再弄。先别拿这个。等一下，先弄这个呀，哇塞，为什么混出来？为什么混不出来呀、啊？不像我也混成这样。我这是什么？我这是啥？你们调的好丑啊！我这个真的有点像老强味。红豆沙加辣条，超级好吃，好吧？为什么我这会漏啊？多一点，你没包上。看到没有，第一个月饼干，这个怎么用啊？虽然说很异性，它其实没有那么形状那么完美。我就这么展示吧，把这个藏起来。天哪，好丑！把它编一下一下。看到没有，咱们说对不对？对不起，开做第二个了。就是随缘。没事。Warning。你是不是区别对待学员啊？怎么这个挤出来怎么跟你完全不一样、啊、用力过猛了，对不起我的下再来一个。哎呀，你给他粘回去。我们再来一遍。压出来，怎么压？压不出来。我就是师傅压了。你压不出来，你帮我压。这压不出来，反正都坏了，这个都。哥们儿，最喜欢是这样。大傻子，他这个完了。做过的。哇塞！你不是做专业做家庭甜点实验室？我看看。这怎么还爆浆了呀？啊 ，swing 呀！啊，跟那个路，二楼宝宝。
哎，这个还可以。哇，主持人成功了。哇，主持人好棒，成功了。这可以。我谁？第三个。看我这个多么的美丽！哎呦，又我觉得我又行了。哇，超迷你！哇，同款肉粉，看我的超迷你。这个比刚刚那个好。哎呦，王子，要不然你做好，我们一起吃吧。做好了。祸害是有了，祸害别人。哎呦。来，自己做自己吃，自己做自己吃。哎呀妈，啥也没吃到，你们竟然啥也没吃到。哎，果然自己做好吃，我真的，我不想说。哇塞，这个做的好看，这个是立体的，真的做的好看，这个做的好看，这个做的真好看，真好看，给我吧，谢谢。我的隐藏款呢？妈呀！隐藏款，我这个隐藏款左心涵和我合力建造的隐藏款，最重要的。好吓人！那个就是谁运气好谁吃到它，绝对就是你想一年以内幸福一年。对，你这一年的运气绝对不会差。上次西游记包那个大包子还要满足，怎么了？哎，把最后这一点全部做一个超大月饼，但这个盒子，哎，这个模具都装不下。没事，我们不用模具。哇，看是不是很有那个感觉了？对，这边再来一个，等下把撕开。热豆腐来了，你把那个刺激压没了。哦，热豆腐 ，Let's go。首先呢，我一共有四个啊，这几个都是四种饼皮里面混合了，然后里面的馅料都是辣条。下一个这个也是做是混色的，当时就想把它混得均匀一点，结果捏出了一个低饱和肉粉色，超级好看。这两个呢也是来自于一个混合色，但是混的是这个灵感就来自于对这个灵感来自于植物大战僵尸的那个僵尸，植物大战僵尸吃的那个脑子就是很像哦，对，特别是这个颜色，就是也能算是一个今年的一个好吃单品嘛，对吧？对，反正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像什么？不是像那个云南的像火毒菌子，像火的云南的毒菌。这个像什么？我就不多说。像吃了云南毒菌子以后，脑袋里想的画面，自己脑补。好，就这样。我觉得每一个月饼都代表着我们大家。好啊！哇，升华了！哇！小学生的演讲。小智，你怎么这样啊？大晚上的搞煽情。啊！没有露出来，没有像这两个废了。我不想说，真的就是这个。哇！等一下，这个好好。哎，这个是好。这个好。我知道。好看。我都不想说。你看，别太不夸了。这个好好看。我不想说，所以你看这个啊，看这个啊，然后看这个和这个废了，然后这个呢，我也不给吃了，所以。算了，还给吧，我好人，我不想说。哇，好人！哇，好人！我们还有本场齐心协力，还有两个隐藏，这是我和左下呕心沥血做出来的合作品。还有这个，这个是重磅的私人定制款，是我们六个高定高定哦 ，Moon Cake， 这是 Moon Cake 的工作私人工作陪那个什么，我们的陪侍，我们的高定定制款，我们的工作室叫做 TF Moon Cakes， 然后我们这个是我们的高定款，杨博文先生，这个是高价定制，对，这个是花了大几百 W 的那种，对，这个就所以这个拆不了，这私人定制这个卖不了。高定这个卖不了，卖得了，这个太贵了，就是客户隐私，这个谁都买不起，一定有人买了。我们这个月有一个节日，我家穿的节日，国庆节，九月教师节，中秋节，真的能吃吗？哇塞，好爽啊！
我可是加多了。好多，像这种紫薯包，我觉得还是做的很成功的。这是我独创的杨家月饼。哎，可以了。完了，这什么呀？哎，完了，不下去了。哎，有点那样了。我要做第二个，我要加南瓜粉，这叫创新。这一坨送给那14个人。哎，我觉得可以，这个给陈赛吃吧。完了，这个做的太小了，好像。啊，对，哦，还是太小，哇塞。可以，这特别不同寻常。那这个就给陈思涵吃吧。第二大吃吧，料足，最主要的是一个创意。哎，这个稍微好一点，这时候加炒面，太美味了。一样，把草莓粉冲走以后露出了一样的颜色。来看一眼吧。是，就是从小干这个。哇，好香啊！哇，这个我喜欢。可以吃。等会再吃。哇塞，我真的太天才了！哇塞，太天才就这么做吧，要不然。哇哇，再展示一下，这才是与众不同的。哇塞，我给它命名叫博文堂。怀旧辣条馅，哎呀，我怎么没早看这个啊，你把它放在我的博文塔里。哇，不是，哎，五花肉，这从猪脑变成五花肉，博文的五花肉，哈喽，大家好，我是陈思翰，因为这个月有中秋节，但是呢，我因为开学去不了重庆，所以老师给我寄来了做月饼的。这时候我得发挥一下我自己的想象力了，给兄弟们做7个与众不同的月饼。第一步，在容器加入预拌粉，用刮刀均匀搅拌。刮刀知道是哪个吗？绿色的。哇，给兄弟们做的是米饭，刚刚炸出来的。还有啥呀？终于有好，拿个刀，手刀。
今天给兄弟们做的是红豆馅的。我个人觉得红豆馅很好吃。因为月饼南北方是有差异的，你知道吧？知道。北方的五仁月饼，南方的甜口月饼之类的，你更喜欢哪种口味的月饼呢？南方的甜口月饼吧，因为我觉得它比较甜，因为它这个意义上就是甜。我就喜欢吃甜的，所以我比较喜欢南方的月饼。接下来是包我们的豆丸，放上面，包起来，好，你先进去，进去，把其他都切掉，切掉。哎，完了，我的馅都出来了。没事，馅肉不要紧，主要是好看，好吃。这个很有味道。好像失败了。好像失败了。这个成功就成功。哎，这个刚好是这样的。哈哈。这个是最完美的。好了，四个做完了。这个第九月饼，看我们这个小糖蜜，这个大点儿就放中间了，好吧。好成功，好漂亮！我第二次做的真的是。怎么说？成功了，包起来。哒哒。赵月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咱们有个人可以多吃一个。好紧张啊！万一敲到了一个，我以为我们今天做的已经够恶心了，我不想吃那个。至少我也不想吃。我选一款吧，别提他让我品尝，让王璐姐看得上的。我就吃这盘。盲挑一个，盲挑两个。我吃这个了。我就吃白。哎呦，正好挑到这个奇异果了，妈呀！我看这他们，他这玩意儿他玩啥呀？我这。陈俊敏，我猜。Let's go 啊，三妹你呀！是了哈，是哈。我猜这个是陈俊敏的。看一下，陈俊敏，陈俊敏。这是啥呀？哎，豆沙味。左家，你知道我这个是什么吗？什么？猕猴桃加辣条。超级隐藏。原味加辣条。我只选择他吃他白一点，感觉还可以。哎，这个做的很正常，应该是你家生产的。那我这个好漂亮。那白色的小的是谁的呀？小关，小关，我爱小关，做的真的好吃。这个是谁？是魏子成。啊！掉地上了。他跟我说，他说掉地上了。对于兄弟们的爱，接收到了吗？接收到了，是最用心的。谢谢，多谢，谢
大家好。收到了一个神秘包，我猜想应该是那边的小伙伴们做的月饼，应该可以称之为月饼。我现在来品尝一下，我还不知道该说品尝还是说试读。啊，这么多我要都吃啊，真的这么多。还有一个，再给大家看一下这箱子里面这么多月饼，看我都吃。我今天我可明天去不了学校了，我觉得他们做的怎么都这么好看呢？但是没有我的配色精美，我的主要是对艺术感，我做月饼就是艺术感。哇塞，这这么大一个，这上面还有字儿，谁来帮我认一下这什么字儿啊？这甲骨文吗？张瑞好像跟我说过，他们做了两个特色吧，这应该是其中一个。那这个紫色、白色和棕黄色相间，哇塞，没吃过这么高级的月饼。海格的生日蛋糕，粉色的，就是樱花吗？它这个造型是不是王母杰做的呀？彼岸花，双层榴莲芝士，双层榴莲芝士，我真的太会取名了，应该这么吃吗？有点不敢下口，是怎么回事？粘稠的面，然后又加上又和上那种辣条的味，应该是辣条吧。哇塞，这味太上头了。来，我们接下来挑战第二个粉色烟花。这个还算正常点，我感觉。在植物大战僵尸里面画那种大饼，终于舒畅了。今天就到这里吧，然后祝我的小伙伴们在厨师这条路上越走越远。那就这样吧，拜拜。Hello， 大家好，今天收到了博文哥哥寄来的中秋节月饼，来简单做个开箱。很想尝尝博文哥的手艺啊，但是由于刚军训回来嘛，开箱已经五天了，所以我感觉在这不能吃，唉，有点遗憾吧。下个中秋节再尝尝博文哥的手艺。哎，不知道我的月饼有没有到了兄弟们的手里呢？好，接下来就让取名成经理。什么？哦，哎，已经看到了。给我们个礼物。孩子们，我回来了。林杰，你们的王。几个人？把双手给我举起来。送上桌。哇！这奶昔吗？啥呀？奶昔，大哥奶昔，我的天。这是奶昔吗？太棒了。哎，这是铜锣烧吗？不要侮辱铜锣烧好吗？这是云南来的吗？谁做的？谁做的这玩意儿？杨博文。陈三。陈三做了。杨博文。这是文创产品，北京文创产品。
物质文化遗产。第一个粉丝吃，第一个粉丝先吃，第一个粉丝吃，粉丝需要粉丝先吃，福利。以后我们周边就拿这个当拍立的原件，我们都不要拍立的原件了，我们不寄了，我们拿这个给他们。这还有名字啊？特点月饼，一个叫博文卡，一个叫博文肉。我，你不会包云南？什么博文塔博文肉啊？感觉耳朵被霸凌了，什么回事？都是中文，怎么听不懂啊？第一口先吃博文，看到没？能吃是福，观赏变种鲍鱼，勇士。等一下，哦，什么真的？我会要出幻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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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幻觉了。云南的文物，快点跳一套餐前仪式，意大利舞的，意大利舞的。这个金线人机啊，十八楼，我的等我，姚默也太猎奇了，这不是扇贝吗？咬住，这不是扇，那你要吃了你，走走，算的哥们儿，你饿了，你吃了就知道，真是饿了，我回家请你吃正常月饼，你别吃了，这天别吃，吃了陈俊明他你家里面。我还有一个坏消息，就是陈思翰给你们的月饼。在路上消失了，啊、好可惜啊！好可惜啊！这一定要严查是谁拿走的。严查，严查，给我看一下整什么样子。你看吗？真的吗？哇！等一下，我不知道里面长啥样子。哎，要不要干嘛？一个冷笑话。哇！不是，你不要一口吃，你要慢慢吃，慢慢吃好吃。来口，来口鲍鱼，来口鲍鱼，来口鲍鱼顶级。哇，真吐了！祝大家中秋快乐！中秋节快乐！祝大家中秋快乐！拜拜！拜拜！欢迎关注。祝大家新年快乐！